主料年糕200克，青菜150克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青菜洗净切断，年糕切片洗净。锅中烧开水，下入年糕煮软，加入青菜，加油盐调味，煮至菜熟糕软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年糕一粘锅记得长搅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